孩子忙一堆，妈妈焦虑快发疯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哭什么，吃晚餐又哭，那我们来洗澡咯。哭大哭他就崩溃。我们家哥哥洗衣服买回来，就是后面的标签都已经要剪得很干净，就一定要这样帮他修得很仔细。这种就超敏感，宝宝挑三拣四，你说外面的衣服可以穿，对，对触觉特别敏感的，整天叫你剪那个衣服的牌，这些孩子就是毛特别多。嗯，今天晚间八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